书面资料是写说要专案政府里面签办的是吧？办公室。是的，正在签办中，现在在这里面往上签。那个要纳管的话，有些原则要不要说明一下？比如说是外界跟公共的进出等等等。是的，是。那个要是否去纳管设计的道路，我有几个条件，比如说你那个大门呢要拆掉，要24小时开放。但是有一个重要重点，就是如果你的开发计划当年已经注明是由社区自己维护管理的话，这种状况是没办法。那渴望园区刚好就是这种开发计划里面写的清楚。但是他现在有没有对外开放东西呢？现在是没有，会有杂。有，对不起。不能这样讲话。你们有到现场吗？我们那个栅栏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来讲一下暗装吗？我来讲一下原则啊。我以前这个里长不要动怒啊，里长不要动怒。这个我以前在新北住的地方是社区，社区的道路呢是当初社区的营造厂商开发的，然后也是写说刚才我们两公处。也是写说由社区来维管，但是后来那个社区开发商倒闭了，倒闭了以后呢，就变成没有人管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社区是不让人家进出，门口栅栏。后来跟当地新北市政府的专责单位协调，后来结果是我们社区把我们进出栅门撤掉，撤掉以后同意让一般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。这个时候新北市就接手办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，我们会去详细了解一下。李局长，如果这边确认说这个道路目前是没有栅栏，是可以开放给外面通行的话，我们后续就比较好办。好，谢谢。那个谢谢市长，就是我刚刚第一声听到，就是说我们刚刚都很辛苦，上了那么多基层，然后他被他也是基层人员，就完全背离事情的发言，我觉得大家要谨慎，因为可。望路有两个社区，还有栅栏没错。可是我们当时在开会谈，就说栅栏之外的纳管，那渴望一路没有纳管，渴望路已经纳管了，在上一任的市政府纳管，渴望二路也纳管了。好，就这个谢谢市长。两公处可以去麻烦一下，两公处回去签办之前，把现场状况了解清楚，然后写在专案签审里面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